不行要干嘛？哦，这是要躲是不是？你们可以进来躲吗？上面变中文了、欸，哎，对啊，我觉得它现在变繁体中文了，它现在有那个繁体。哎，可以问一下你这是什么模式吗？High and Seek 而已，普通High and Seek。就是玩女巫死掉会花灰。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变鬼魂吧？应该是变鬼魂吧？哦，你们好，调一下声音，小声。对，你们声音有点小声，我调一下。加入游戏，我调就好，我调就好。哎，所以凡希跟杰克进来了，刚进来而已。你看我来不及躲了。你在哪里啊？不是看到音乐。我在调东西啊，我还在调，我调好了，我刚是调说女巫看不到队友，所以应该看不到队友。喵哈，你觉得我看到喵哈了，你躲得很棒啊。对啊，你们声音太小，可以再跟我们讲哦。啊，好，啊，进来啦，终于。好想看一下这个地图长什么。我看，因为刚刚是爬楼梯爬一百块，我都感觉那楼梯快掉了。它楼梯会动哎。你可以爬神梯啊，你可以爬神梯啊，旁边有神梯。我们哎、欸，所以大家都进来了吗？我进来了。是那我们要不要全部先给他杀、啊？给他杀吗？可以、啊。对啊，我们就大家都一起进来，再开始玩啊！对、欸，猎人我在这，快点打我！那这个啊，又掉下来了。音乐来到这里脚下。啊！音乐来这里，快打我！我压你！哎、欸，有钩锁！快点打我，打我！来，炮弹飞来喽！炮弹，哪里？一个炮弹飞过来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球哎、欸，球，炮弹，打死女巫会有球哦，应该就是也是分、嗯、像之前那个分数吗？宝石吗？水晶？它这个地图可以跑到超高的地方哎、欸。你说的那颗球是那个人变的吧？不是，死掉一颗，死掉会有一颗球，会有个光球。哦，试一下，好，剩下是喵哈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东西，我一定要先变一下。好，那个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的心与我们同在。他的心与我们同在。今天这个婆媳组是不是？要变一下。我看到了。在哪里啊？雨月，你在哪里啊？在你旁边呐。球在滚，很累呀。在你旁边呐，不要跑了。啊！你没体了，你没力了，你没体力了。好，我知道。攻击。我记得有个一般攻击，不是近战攻击啊？对啊，哪一个？左键是丢球啊 ，O V。有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场了。太好了，我的声音比其他人小，没关系。好，哇，这么大小声，开场吧，阿罗哈。不，没有阿罗哈，怎么是同一个？阿罗哈不在了，那个阿罗哈都不在了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要来玩 Witch Eater， 因为听说有很多、嗯、有新地图，对不对？就刚刚就是那张啦，嗯、其实对啊，海盗，而且还有不止这一张，对，然后重点是什么？它的界面整个中文啦，升级啊，有，而且它还有放那个繁体中文，对啊，我觉得你们选技能，它会有动画，对啊，虽然它的那个洋葱哦。那不是洋葱啦，大蒜的那个叙述还是英文。对，那大部分人都已经改。对，大部分都改了。好哦，哇！哎，喵，你看，再见。哇塞 ，Jerry 你也太帅了吧！嘿，我抽到的就再见啦。新地图哎，而且重点是，你看我们脚下可以看到女巫在躲在哪里啊！真的哎，太贱了吧！它是 bug 吧？下面是空的。我没问题吗？哎，是我海绵宝宝掉下去哦。我看到有一个女巫在树的附近，哇！我看到一个，不要跑！我看到一个，不要怕！我看到了。他这个地图有 bug 啦，他一开始就看到的啦。我难怪我刚观察者的时候就可以看了。等一下，右键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你右键是不是？你右键是不是有技能？哎，好像是。还是交换物品的那个。嗯，现在这样呢，现在这样呢，向回转移的那个就是交换的。现在这样声音会太大吗？应该还好吧。嗯，你不要跑，你要跑，跟时间跑。哎，死了。哎呦，我在调麦啦，被抓到了。感谢小心点。那个很像海绵宝宝那个海盗啊，很像啊，超像的。哪一个啊？哪里啊？杰瑞刚刚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哦，就是我他刚刚这边有一个画很像海绵宝宝海盗啊哦。哦，我懂意思了，
哎呦，就是吧？哪里啊？就是要让你往后看。荷兰人吗？飞行荷兰人，很像哎、欸。飞行荷兰人，这个吗？那个一开始在唱歌的那个，他的图片。感谢烈，超级感谢感谢。海绵宝宝，哎、欸，你这里船那边有底下有鸡在叫，底下吗？船舱里面吗？喂，不知道鸡在叫。嗨，会不会太大声？等一下，不要啦，不会，还有点小声，我帮你调，我自己调。上面是不是？我自己调，自己调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范围内，我觉得是耳麦问题。嗯，怪怪的是。对。哎、欸，还是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楼下有可能。嗯，楼下有可能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在一个好神奇的地方哦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太暗了。太暗了吗？我走到底下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哎、欸，可是他刚刚在这边还蛮大声的。嗯，奇怪。LJT 超级的眼睛鸡不叫了。躲感谢他，可是在这了，他逃走了。被发现了，没有？有在，有在。你看这边还有，在。杰、啊、克很紧张，没关系。你说这是鬼魂啊？哎，白痴，我被卡住。是鬼魂吗？对啊，我是鬼魂啊。哎呦，我的夜神掉了，怪的。哎、欸，我小时候看到一个半透明的东西。隐约也很紧张啊？没有，我一直很放松啊。一直很放松。还不来看看你们？繁星呢？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就在旁边嘛，我看你走来走去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上不来？你这个在哪？哦、啊，有没有觉得我的地方很神奇啊？因为你的地方真的是蛮神奇的啦、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、欸，哎，你是蛮神奇的，嗯，超猛的、嗯。对啊，这个地方有点 bug 吧？我觉得。对啊。哦，是这里哦。哎，对。我说你找到怎么过去？原来如此。对啊，这个游戏有新地图了。哎呀，一次感谢七七七。你怎么上去啊？啊？为什么有一颗球滚下来？那什么球啊？有一颗球。感谢红月订阅、哦。感谢喵哈那附近。嗯嗯，我这吗？感谢。感觉上。感谢感谢，为什么？感谢。我觉得这个喵哈这里这样子很有趣。感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声音小声，那我就这样讲话。太小声了，太小声了。等一下，我要讲一件事。我刚在这里反射性按了 shift。怕掉是不是？会怕、啊。杰克歪歪的。对啊，没关系啦，可以躲过就好。杰克你好歪哦。杰克歪的，我还会飞起来。飞起来。这个地图其实真的有点大了，很大，太大了，太多啦。我觉得应该死掉变成一样变成裂了，嗯，那我改一下好了，对啊，其实每个我觉得好啊，哦，哎、欸，所以这地图是你自己选的，对，你有看到另外一个餐厅的地图吗？餐厅哦，好像它是一个餐人，因为我一开始是看到那一张，怎么抽？嗯，刚我看到可以抽，方面可以抽，没有，我看到有个是剧场的，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哦、对，他不是餐厅了。你们刚在哪抽东西？你要去那个，哎、欸，大锅，女巫大锅，好，然后嘞，你要看着会煮出来，有个戴眼罩的那个卷轴，干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啊？为什么没有？那个是凭运气，就圣诞卷轴、欸，啊、還有运气的，因为他就是抽的啊，转蛋转蛋，那样哦，杰瑞转到了第四排啊。戴眼罩那个、欸、是哪一个啊 ？Hunter and Hug 吗？欸、还是都试试看啊？没差。哪一个啊？第二个，然后你知道、啊、你 Jerry 跟杰克的哪一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？对啊，那个啊，挺好。你们抽东西哪里抽？大锅，女巫大锅，要煮出来，里面要用合成的，看你能合哪一些，就是锅收藏。你有大锅？对啊。大锅，只有第一个道具可以制作而已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是把道具还不够，因为它是有一些要合，嗯，要去分解合成，应该是我们上次复活节抽掉了，对啊，有可能还不给，抽完了，那还不给一些，开的，好，我不给新的哦，密码一样吗？一样，
很长哎、欸，这超长的、欸。反正他不会被别人看到是什么、啊哦。我一开始就是看到这一张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新地图哎、欸，然后就海盗地图，又更新一次，好猛！哎、我们全部变成鹦鹉了。等我一下哦。嗯、好。啊！团团已被鹦鹉包围嘞、欸。影月、杰瑞、繁星、喵哈、小雨、鹦鹉，还有杰克鹦鹉。对，是的，团长。怎么了？是的，团长。哇哇哇哇！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！我要把这里全部撞乱。怎么都倒了？怎么都倒了？哎、欸，这个模式只能按，哦、只能哦，对对对对，没得变，没得变，没得变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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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，抓人了，这是鬼抓人，所以这个模式又变成只有鬼抓人了。对他，这个不能玩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调说变物品，然后死掉变猎人吗？我记得可以吧？没有，可以，只是我刚刚选错模式了，因为刚刚他都是英文，不是哪个模式。哦，然后那个死人了，这个模式，然后猎人出来啊！反正我只能决定就站啊，我只能站在这里了，我决定就这样了。出来玩，出来玩，怕哪里？怕哪里？怕，而且这个地图没有音乐，好难过、喔。对啊，我有音乐配 BGM， 要自己配了。啦啦啦啦，它、有些有些没有，就很麻烦。这是要旋转跳是不是啊？白痴啊！等一下，杰瑞这位置好坏哦、喔，跳不过去啊！如果再更坏，我会跳那个。哎、欸，看透抓不到哎、欸。对啊，看透抓不到。我怎么太坏了？对啊，你那怎么过去、啊？他没有音乐，我头痛。这边呢、啊？有了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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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 A B C A， 哈哈哈哈哈，这里变 C 了，最后一个 C D C D C。那雨月不是说就在这里不动了，所以你是？我没有在动啊。哦，好了、啊，你在哪里呢？你在哪里呢？我还以为这个是人呢、欸，原来是。这也蛮会躲的。影月，不要躲啦、啊，出来玩了啦。我没有躲啊，我站着啊，我站着没有动。哇，站着，这里还有后街小。这个叫声，抓到了，还又吓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画面完全没有看到 Jerry。哎、欸，影月，另外一边，影月从头到尾都没动，然后没人找到他哦。啊，我都没动啊。真的啊？会不会有点扯啊？真的啊？你说没动的话，那应该在舞台上啊。啊！表演者是你。对啊，因为我最后一次看到雨月是在舞台啊。雨月你在哪里？老实说。我就走了两步离开舞台而已嘛。那你才不是站着嘞。我是站着啊，观众可以作证。你们开始走抓人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在动啊。哪里啊？对啊。你还有一分四十秒，好多猎人啊，好可怕哦！很多人走来走去，所以他看得到我们。哦，搞不好看不到。在哪？哪里啊？感觉在哪？影月真的很会玩呢、欸。哇，这个楼梯上得去吗？上来了。我怎么给你卡在这里？哎、欸，竟然还有室外哎、欸！太猛了吧！你在室内吗？地图也是蛮大的，我在室内啊。他在室内，他在室内，我在室内啊。这些看起来全部都像室内啊。对啊，没有室外的地方。有室外。到底在哪？因为你是紫色的吗？应该是吧。在哪里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躲在这里啦，他躲在一个置物箱那边楼梯的下面。哦，我没有走到那边去。哦，我也没有。哒哒，好大哦！我觉得我才玩两场，我的喉咙就痛了。你也太快了吧！而且有一场是还没开始就被小雨吓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换模式吗？来，对，要出去吧？要出去，要出去换，出去换一下吧。想要躲猫猫一下，躲猫猫，经典躲猫猫，有喵喵，要能变身比较好玩。有喵喵，喵喵，感谢花花，感谢，一样这个地图装件。
好，因为我刚好遇见你、啊，真的是因为刚好遇见。哦，我也抽到了猎人的衣服。哦，为什么你们都抽得好？应该有吧？我刚点的什么帕什么 P 什么 P 什么的 ，P 什么 P 什么的，那个 P 什么 P 什么选项开了开了开了那一个，你看返回。哦，现在返回吗？好，第二个，开始跳去下面，那边就可以抽了。哦 ，Treasure Hunt 这个是不是？哦，那个好像是这个这次开的猎人。我开。你怎么刚没有讲、哦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没有抽过那个啊，因为我刚刚没有抽过、那個。哇，我好绿哦！啊！我也要换一下。哦、啊。你笑得好开心哦！等一下，这地图太大了。好，我不动了，我也不动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我还在抽。